见了，哎，那个，请问今天有没有结业典礼啊？今天几点？7点半啊，好，那我要把握这段时间啊。来，各位请暂停一下动作了哈。来，各位，你现在看到是我的画面。我们现在已经打开了我们的这个什么呢？哦，Google 的浏览器，对不对？直接呢，在上面啊点一下，请各位呢打开啊，请各位打上 LINE，LINE，好，打上 LINE，打上 LINE 之后呢，按一下 Enter，好，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的了，下载 LINE。如果你们家的电脑没有，你呢回去也可以用这个动作来做。注意，在这边下载 LINE 呢，电脑版的 LINE 呢，并不代表你们家的电脑就会有。为什么？你们家的电脑跟我们这边的电脑是不同一台呀？难道你下次要把我们的主机搬回去吗？听懂吗？它下载下来，下载到不同的电脑就是不同的电脑，独立的。拎到一点到高安机来，点到喜博港哎。我们现在呢，去把这个 LINE 呢，把它下载下来。好，我在这边等各位。LINE 呢，从网络上下载下来，是下载在你现在使用的电脑，不是下载在你们家的电脑，知道哈？所以呢，你们家如果没有电脑版的 LINE 的话呢，等于是你回到家，必须要把现在的动作再做一次就对了，这样懂意思哈？好，那我现在在这边等各位，我们呢就进到这个画面来，我在这边等你哈，来，进来吧。你要先打开 Google 的浏览器，画面了没有？进到这个画面了没有？有哈，来，请看，我们家的电脑叫做 PC，对不对？你们家的是叫做 PC，PC 就是电脑的意思，Personal Computer，所以 PC 指的就是我们家的电脑，就是我们的电脑，不是我们家，指的就是电脑的意思。哦，所以呢，请注意一下电脑的意思。所以呢，各位，我们的系统是不是 Windows 系统？没错吧？哦，我们呢就用这个下载。我告诉各位，这个下载下来哈，等一下你可以把它存到你的随身碟，你带回去直接灌就可以了，听懂吗？把它存到随身碟之后，你带回家哦，直接从随身碟里面就把那个 LINE 把它灌起来就可以哦。那各位呢，你的随身碟还没拿起来插的，现在先拿起来插。检查一下，水冷底还没擦的，先拿起来擦。哦，水冷底还没擦的，先擦好。好，那我们要开始了哈，来，各位请看，这个时候呢，我们在 PC 的这个类别当中选到第一个就是了 Windows。注意哈，领导的电脑呢是 Win 8。Win 八刚怎样？Win 八那个画面知道了哈，哎，啊问导游嘞，问导游怎么怎样啊？问七是第一个，Win 八是这个，现在连 Win 十都出来了，Win 十的我改动，Win 八被抛弃了，Win 八已经被微软正式的抛弃了，因为没人要用它。Win 十你它可以免费更新啊。Win 八可以免费更新到 Win 十的样子哦，对，所以 Win 八已经被抛弃了，那个微软已经把它停止发展了，所以已经转到 Win 十去了哦。所以呢，基本上呢，啊，如果你们家还是 Win 七的，就是第一个，知道吧？哦，那，啊，我们现在这边是 Win 多少？我们电脑，我们现在各位，你们现在在你面前的电脑是 Win 什么？对，就是 Win 七，所以我们是用这个，这样懂了哈。如果你知道你们家是 Win 八的，但你休困的时阵哈，你家己个照例来下载这个 Win 八，会了吗？懂意思哈？如果你们家是 Win 八系统的，等一下中场休息的时候，你自己进来哈，再去按这个 Win 八下载，回去你就灌这个，懂了哈？那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教室呢是 Win 七，所以我们是下载这个。好，我把这个下载按一下。好，各位有没有看到它跑下去了？
个箭号就跑下去了，对不对？它到底存在什么地方呢？等一下过来玻璃锤，你用心，你先让它下载下来再说哦。来，那么呢，我们啊切换画面，请各位呢去把那个 Windows 的那个把它下载下来。好，请看，因为我刚刚按了一个下载下去，它就跑下去了。它跑下去之后呢，到底存在什么地方哈？来个玻璃垮哈，我们先把网络收下来。哦，来各位，你以后就在你们家也是就是这样做，收下去。你打开我的电脑，来把电脑，把这个电脑这个点两下，把它打开。好。各位呢，请看，往左边看，找一个下载，告诉你的，它就在那个我的最爱的下面，你就会找到下载了。一的是坑底来对，所以我现在把下载点一下，看见不？你家，它下载下来就是放在这里。你等一下呢，看到它之后啊，把它传送到随身碟哈。来，我做一次哦，请看。你呢看到它了以后，滑鼠先移上去，把它放好，先放好哦。右键点一下，哦，好，然后呢传送到，各位这三个字有没有看到？有哈，滑鼠移下来放在这里，传送到这边，再慢慢的移过来，放在我们的随身碟哦，把这个随身碟啊，或者叫做卸除式磁碟都没要紧哦，你只要确认一下，就是你的随身碟没错，你就把它点下去。好，安尼，你就走去你的随身碟啊。啊，怎么知道呢？很简单，你旁边啊，把你的随身碟点下去，里面应该就会跑出这个了。哦，确认一下有没有？来，我在这边问各位哦，在这边等各位，请各位去把它哦传送到你的随身碟。